今天呢，想要跟大家讲一个消息，就是呢，我的月经这个月迟来了，它迟到了，所以呢，我就依照惯例呢，就是验孕。那这一次我就验到了，很明显啊，两条线，其实真的很开心。然后心里是很期待又很紧张的， King 应该也会很开心，因为 King 在那边拍东西，所以等一下等他回来的时候呢，我要赶快把这个消息告诉他。那这个呢是我之前买的惊喜罐，那我想说把这三支验孕棒放进去，然后看看 King 的反应是什么。感谢回来了。你好。你在录影吗？你在录吗？对啊，想要跟大家聊聊天。你在直播？没有，就是聊聊天，还 OK 吗？加油！最近有听到一首歌还蛮好听的，真的能够上来了。谁的歌？干嘛放这歌？你干嘛放这歌？送给你 ，Linda。这是送给你的礼物，好的天空又飘起想你的时候，我知道你根本没有回来过，是不是忘了什么，还是我没资格拥有，最后悔的是还没牵你的手，是我哭干了眼泪说没有留，每当想起你我真的心很痛，什么也不想要说，不要再问我这些话，只想对你一个人说。重点是你现在听这首歌你就不会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。我觉得那时候的心境是，就感觉好像没有来过，但其实一直在我们心里面。今天都验到这样子，对。然后我有抓那个 APP， 就是算一下说我的预产期什么时候这样子，对。大概什么时候？大概十二月七号那时候，十二月应该还是属牛吧。你说十二月七号吗？十二月七号，哇。然后十二月七号开学。他就是两年前的十一月七号走的，就那天是很黑暗的一天。是我哭干了眼泪，然后我怕影响到你的情绪，所以我一直在重复吵架。我那时候不是有录前面有一篇吗？其实我那时候已经是录了二三十次，才给你把它讲出来。所以我就想要，不要再问我这些话，只想对你。我还在这里等你，等你回来完成我们的约定。我知道，然后等到录完之后要回去，然后去中间，你当想你的时候，我都唱着这首，唱这首歌代表我又想你了。我还在这里等你，等你回来完成我们的约定。我知道你也舍不得我为你哭泣，也许你回来的时候能听到我唱这首，你就知道我是多么想你的。现在是开心的，是不是？等一下，没有，等一下，妮妮出来看到我们两老，想说我们到底怎么回事？不要再哭了，你要好好照顾我。恭喜！十二月七号，不是买的，如果是整人的话，我现在装潢是要改一间婴儿房。